啊，这次我们的师傅就是鸡鸡姐，先给鸡鸡姐打个招呼啊。哦，没有想到下一集的师傅是我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上次你们去曾秀文拜师的时候，好尴尬的。我就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再来了。我就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再来了。两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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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现在喊太晚了。